国家 IO，等一下哦，现在玩一个 IO 占领手游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一个国家占领的，一开始有送一些钱呢、啊。那我们直接攻略教学开始，它就是呢，你要一直去，有点像是你们在玩的那种战略游戏出征这样子。然后就是看谁先占领比较多的一个领土，谁就是 winner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哦，所以非常有趣哦，我们就是要越占越多颗这样子。他被他占领了，你可以赶快把他打下来。我把他打下来，就有点像是派兵出征这样。谁占领更多的领土，谁就是 winner 哦。哎、欸，这张卡起来，这张卡起来。哦，他跟我抢啊！好、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先统一有一个 location，然后再从那个 location 呢全体出发。OK。灰熊简单的手游啦，哦，你看，就攻略它的组成，耶、yeah!，这就是它的玩法与攻略教学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在你有钱之后呢，您就可以做怎么样嘞？这个升级啦，升级教学，OK，好，那去考。那、啊、再越来越大了哦，来参考一下。诶，我发现会越来越少诶。诶，那直接攻略它的城池就好了，干嘛在那边 game？我们就不要再假了，我们直接攻略它的城池比较快。哎呀，中间那一颗怎么不见了？管你啊，全上。哦，你看很好玩啊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来，再来，我还有钱，来再一次就好了。那我们就要越干越战越大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哎、欸，因为也是要看你的那个数量哎、欸。也是，他有时候出征过去不一定会赢呢、欸。所以你们要先统一一个 location，一个 direction 哦，你要先统一一个 direction。然后再慢慢的扩大你的领土，哦，只攻他主线，只攻他主线，啊，那个主线完之后，只攻他主堡，只攻他主堡，哦，该获胜哦，而且他们还会生小孩，他们还会生数字出来的样子，就是你的领土会生数字，Are you understand？来109位直接攻主城的哦，直接攻主城的，等一下获胜的手游啊。啊，今天跟你们混冲高加，哦，你看你的钱就一直得拉，